刚刚那个大臣，跟镜头打个招呼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然后介绍一下。介绍一下自己。我这么红没有。哈喽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郑业成。我是一个中国的感受啊，就是觉得自己文化特别特别的差。然后特别特别想回到过去跟自己说一下，你要好好学习，将来才能在十一中国上发光发热。我们打扰你练功吗？你可以跟不会不会，我们可以去那边活动一下吗？嗯，走走走走 come on 来走。幺幺二是我们的制片人。哇，好白呀、啊、好羡慕他。嗯，有多久练功了呢？大概就是没有系统练功了，大概有六年多了。然后从改行开始，然后就没有再去像以前在艺校的时候那种大强度的去练功了。所以现在什么胳膊腿啊都硬的不行，然后弹跳也有一些高了，所以我不知道能不能行。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。满眼金星，这是哪儿？介绍一下。这是我一个特别特别好的兄弟，他现在在上海京剧院，是武生的演员，也是，然后特别不靠谱。遇到什么困难？没什么困难，就是我要扶我要走小方，我会怎么办？刚刚朋友，没，多久没走啊？从3年到3年，真的？他说的是北京的，六年是人事工作。吹晒看我，来了啊！可以，哇，好，哇，没问题，好，不皮了，活动就被撑到，可以，超级空翻王。超级空翻王，请看。王大放那儿不要，感觉鞋要废。掉链子，不靠谱的兄弟啊，不靠谱的兄弟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放看不给钱了吗？